还得了？这不能掉吧？这个也掉太低了吧？这一掉就是一个布袋子，还是硬套头上 ？Oh my god！ 火！哦，这个已经睡，这是睡衣吧？这搞不好也是 H 左右、哦，差不多。这有的拼哦，今天、是。我跟你讲 ，H 大会是什么？真的。下一张。哇塞，这个也不能掉，这个衣服怎么掉了？哇塞，这个掉出歹机呢！欢迎玉馨，又馨又馨又馨。喂，哎呦，今天厉害，玉馨你好。你好，玉馨什么星座？双鱼。哦，你也很浪漫哦。嗯，深海鱼啊，压力比较大。Okay, 那你这三围是？32123355。这个。哎呦。跟保守有这一件刚刚好像有看过，这一件是同款，我都是 X 站的交叉 X， 你们家好像都有一件这个哈，热卖。哎，你们 E 啊 F 啊 G 的都喜欢 ，H 的喜欢有交叉。没有，因为它有提力，提升的。如果说你只靠这两条的话，慢慢这边就不会像斜张桥一样，而且如果没有那些线条，看起来就不立体。哦，因为他们的 size 比较跟别人不一样，胸围胸围。那你喜欢收集学生系列的衣服？就是有一次，我就是看到体育老师还不叫老师好，主任啊，主任在那边，得体的。有一次买了那个学生的服装，然后我就是有穿着拍照，然后上传照片，然后就发现那个赞数比我想象的还要多。赞数，对，按赞，就是打几按号按赞数，想说我打起仗来了。哦，还有学生服吗？对，学生，哇塞！可是这个还，这个是超保守了吧？所以这个战术很多。就那时候发现，好像这样穿战术有变，很有气质。再下一张，反差嘛。哇，这个 OK 啊！我这个站惨了，这个。这个应该站到爆吧？而且手放的角度是恰到好处。对啊，刚好一个弧度，有没有？不是，你这样，你看哦，这很像什么？这很像我们在那个日本的那个玩偶店里面公仔。是像不像公仔？像公仔。像这个会分享哦，这个你怎么发芽？你还好啊？他陪谈，这已经到纯日系了。是，哎，这个好看哎，哪里买的？这个好看。不是你以前是护理师啊？对，我以前哪一科的？算是内外。杂科都有，杂科。不好意思，我们今天身体不舒服了，对，心率不整。谁先躺下，谁就是 winner。一二三，心率不整。现在马上要示范 CPR。哦，这个可以示范哦，这可以示范。我跟你讲，你有喜欢的男生的类型吗？哎呦，主动 Q。没有，就是叫他选一个，不然这样也不公平。是，对，你现在想 CPR。你想谁 CPR？ CPR 对象谁最需要你的 CPR？ 哎呦，哇塞，这种不然是不是自救啊？提出来果然有用，来，打好，你想我怎么死？这样就是我想怎么死？首先他要先断气嘛，对不对？希望是没有，他要先断气才有办法救。好像是死的过程，这样怎么死的？没事没事，这样爽死的，等待急救中，爽死。好，那怎么去？啊，怎么 CPR？ 第一步是先确认病人有没有意识，就叫他，对，叫他名字。没有的话就叫他。啊，如果你不知道他名字怎么办？对，喂，就说先生。哦，阿雄。然后他如果没反应，对，没反应的话就旁边说，就是请他叫救护车，然后问他有没有那个电池 AED。AED 对，现场不会有吧？都没有。AED 突然醒来，听到 AED 突然醒。然后怎样？看他有没有。你直接跳到那个最后好了。最后吗？对，因为前面我们都知道。最后是什么畅通？最后就是抬走啊。然后对他呼吸道畅通。对，畅通呼吸道。啊，对，怎么确认畅通？确认。我们以前在学校他们是这样教。所以呢？哦哇，真的吗？算是挖。好挖，假设好，你示范就好，不用真的挖这样。就这样，假装挖，挖完以后呢？挖完以后嘞，找位置。对，找什么位置？对，现在假设你是已经脱，就是两乳头。我是死人，你认真一点好不好啦？
这样子，下压5公分，下压，对，可是我不能再压下去，不然肋骨可能会压多深都可以，不行啦。然后呢？然后压30下，要快一点。30下，大概那种感觉是怎样？对你动起来看看，做示范，你不用真的压，空压就好，空压就好，对。对，主要是要画面让人知道我们是在压机空压的。啊，对啊，1 2 3 4 5 6 7 8 9 10，然后要30下。还没洗，压额抬下巴，压额，对，然后吹两口气，吹两口气。抬下巴，然后吹两口气，然后再压5个循环。哎，真的吹啊！你要吹是？好了，这大概是这样。好，谢谢你。Hello， 各位令粉，你们好，今天是大家期待已久的王丹元。紫薇，我们继续。学长，怎么可能每次都你赢？学长都在睡觉，而且大热天还抱拳身，跟你什么关系？想死啊！那么久不接电话，现在可以讲电话。这种鬼话你也信？真的是跟你姐一样傻。你在直播上画歪眉毛，你看一样左手拿杯子啊？到底要喝什么？快决定嘛！你知道我喜欢少爷。废话，这都看得出来好不好？哎，手机怎么在我包包啊？阿邦那么爱捉弄我姐，哪有像你这种学弟一直欺负学姐的？学姐，你肩膀这么重，哪里？快把我弄掉！哎，我现在才知道喜欢一个人是这样，根本只看我。没有，再给你们喝。吃坏肚子，那很严重哎。